你好，我是你的体适能检测员。那现在先假设你是一个女生，好，那请问，我们现在测试的是肌力的测试，那是测试你的上臂的肌力跟肌耐力。那请问你的手跟肩膀有开过刀？没有。好，那请问你有怀孕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测试的是女生版的伏地挺身。那女生版的伏地挺身就是，一样是手在肩膀的正下方，然后手指朝前。那女生的话是膝盖可以贴地，然后小腿也是贴地，然后脚背成 plank flexion。好，然后女生的起始位置是在上方，那一样下去的时候下巴贴地，然后上这样摔一下。对，然后过程中你的那个背要打直。那一样是测到你力竭跟力竭位置，或是你的动作连续两下不标准。好，那它的那个次数大概是两下，那就拿这个去对照。